大家好，欢迎来到魔法的奇幻世界，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的忠实观众芝麻。这里是索尼探梦奇幻魔法学校，这儿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各种魔幻的现象都会在这里出现。今天我要向各位介绍几位神秘人物，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身手不凡。接下来就有请这几位神秘人物闪亮登台。我是身怀绝技的魔法师，我是无敌的魔法师，我是技艺高超的魔法师，我是人见人爱、怪见怪开的魔法师。来呀！他们究竟是谁？还是由我来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其实这几位就是我们奇幻魔法学校身怀绝技的魔法师们。今天我就是来拜师学艺的。可究竟谁的魔法更加厉害呢？我究竟该拜谁为师呢？我！这样吧，我们带领你去我们的魔法学校里转一圈，这样你也就会先了解一下我们各位魔法师的魔法，看过之后你就明白了到底该拜谁为师了。你们都同意吗？同意，我同意，可以。就这么办，太好了。但是稍等，我提个意见啊，您这还没学魔法呢，还没出师呢，他们那魔法袍是不是太脱了吧？其实呢，我穿上这个只是为了找找感觉，我马上就把它脱下来。这样我也可以看到真实的魔法究竟各位都有什么样的高招。对，我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可以取取经学学艺，那还等什么，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魔法师大比拼吧。这是哪儿啊？这里是魔法图书室。魔法图书室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图书室当然是有书了。在哪儿？哎，芝麻，我给你准备了两本书，现在你试试看看能不能用什么方法让他们两个永远都分不开。永远都分不开？好好动动脑筋。这回行了，来试一试，一二三。接下来让你看看我的魔法。这不就是两本书吗？现在我们来试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分不开。等，我帮帮你，我帮帮你。有魔法师帮忙。好，一二三。分不开，怎么样，我的魔法是不是很厉害？请问魔法老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这个非常的简单，当我们想让两本书都分开时候，要克服每页之间的摩擦力。像你刚才这样只是用一两页的话，摩擦力非常小，很容易就打开了。但是我的这两本书里面，每一页和每一页之间都存在摩擦力，所以摩擦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当然了，靠我们俩的力量是打不开。芝麻，你看这是什么？易拉罐呗。就是易拉罐，而且还是空的。哦，那你可以让它立在桌面上吗？哎呦，老师，这个太简单了，你看，这样，我还能这样。我说的是有一个附加条件，让这个易拉罐可以倾斜的立在桌面上。老师，您醒一醒啊。嗯。您说的那个倾斜的还得立着的。没错。那叫比萨斜塔。这易拉罐怎么可能呢？
好吧，那接下来我就把比萨斜塔变到你们的面前。哦，用什么咒？我们拭目以待。啊？是吗？那你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吗？好了，那我来告诉你。空的易拉罐的话，重心呢是在中间，所以放到桌面上的话，它肯定会倒下的。但是如果我们将易拉罐中放入适量的水的话，这个时候它的重心呢就会下移。也就是说，当易拉罐的重心与它的一个支持面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时候，它就可以保持平衡，并且完美的站在桌面上了。也就是说，这里面加入了水，是吗？对。加了多少？你想知道吗？嗯。喂、啊。好，那现在我就把水倒入玻璃杯。就这么一点吗？当然了。把这点水倒到我这个不会倒的杯子里。也可以做到吗？你可以试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哎，芝麻，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一根针。哎呀，观察的不够仔细。哎，我再看看啊。啊，我知道了，这是自动铅笔的铅笔芯。哎，没错。哎，我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它来发热发光呢？别逗了，铅笔芯怎么能发光发热呢？哈哈，我可以。好，睁大眼睛看清楚。好，我要看清楚哦。通电了。嗯，冒烟了，发光了。哎，那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做到的呢？当然，铅芯中的电阻啊非常的大，那么当有电流通过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的热闹，这样一来铅芯中的碳就会燃烧发光了。实际上发光的是碳，燃烧的也是碳，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刚才我们看到区别针实际上是帮助发光的帮手，它在这里，而真正的发光体是这根铅芯，它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动铅笔里的铅笔芯，而且啊只能是0.5的自动铅芯。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0.7的铅芯的话，就有可能电阻太大没法发光发热。刚才几位神奇的魔法师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魔力，怎么样，你们都看懂了吗？而现在我们又要去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地方呢？在魔法图书馆里，各位魔法师分别展示了各自的神奇魔法，接下来他们会带领芝麻继续参观魔法学校，下面马上要出场的魔法又会有怎样的神奇之处呢？哎，第一次借助你们的魔法进行这样类型的旅行，有点晕。哎，请问这是哪儿啊？你闻闻，这里是魔法食堂。哦，原来是这样。刚才的魔法图书室，如果说是你们魔法师的精神食粮的话，那在这儿就是魔法师也要补充能量的地方喽。当然，魔法师也会肚子饿了。可吃的有什么魔法呢？哎，是吧？看看这是什么？嘿嘿，
一个鸡蛋。我今天早晨吃的就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哎，这不算是饱了，不算吃的。哎，你用这鸡蛋看看能不能放在这个水里，看看会发生什么。鸡蛋放水里很简单啊，一、二、三，沉下去了。考的不是你这个，我要考考你，能不能让这个鸡蛋浮起来？当然可以啦，我手一浮，不就把它浮起来了吗？哎呀，哪能这么浮？不借助任何的外力，能不能让它浮起来？漂浮的浮啊！我轻点啊，我小心一点。哎呦，还是沉下去了。接下来还是让我给他试一些魔法吧。扎库特拉卡卡，再来看看。这样就浮起来了？当然了。我能试一试吗？可以。萨库特拉卡卡，真是咒语起的作用啊！让我再放在这边试试。萨库特拉卡卡，下去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简单，其实这边是一杯清水，这边呢是一杯盐水。清水的密度呢，其实是要比鸡蛋小的，所以鸡蛋就沉下去；而盐水它的密度是要比鸡蛋大很多的，所以鸡蛋就浮起来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哎，那如果是糖水呢？你可以试试。是吧？你来尝一尝，这是什么？能吃啊？当然能吃了。咸的。嗯。盐。没错。嗯。你可以看到，我把盐已经铺在这个上面了。啊。你有什么办法不用手不用脚，让它快快乐乐的跳起来呢？有办法，用我的爆炸头啊！你再想个别的方法。你看，你看，跳起来了没有？你再想个别的办法，比如说。好悬呐！有了，我的办法就是。我说的不是吹，虽然是用嘴，它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像现在，我们需要再加一些盐。好，把它均匀的撒在薄膜上，然后像现在这样。哇，都在跳哎！当然了。我也能试一下吗？试一下，只要冲他喊就可以。没错，高音低音都试一下。好。哦。再试试高音。看到什么效果了？我脸都红了。你看，薄膜上的盐的状态、形状好像不大一样。没错。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哎，这个嘛，那就简单啦。嗯，我们都知道，人发出声音呢是靠声带的震动，并且以声波的形式去传播的。没错。那我们的声波传播到这个里面以后，它呢会带动里面空气的震动，那空气的震动就会带动外面薄膜的震动，这样就可以带动上面盐粒跳动起来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那声音在里面呢会来回的反射，不停的叠加，这个时候能量比较强的地方那盐肯定待不住，那能量比较小的地方呢就会让盐聚拢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薄膜上形成不同的蜂窝状的效果了。嘿，哎，芝麻，你看这个是一只普通的玻璃杯，那你能用它来做什么呢？喝水呗。哎呀，头脑风暴啊，再想一想。头脑风暴，我知道了。嗯，还可以用它来喝果汁。哎呀，哎，哎，老师，我呀跟您开个小小的玩笑，我逗您呢，但是我确实不知道用这样一只普通的玻璃杯可以变出什么样的魔法呀。哼，芝麻，你看这个普通的玻璃杯，咱们能不能让它变成啊不普通的乐器？玻璃杯变乐器？嗯，摔碎在地上。嗯，哎呀，勉强算可以吧。不过我呀要用很多的杯子一起来敲，请看这里。啊，这么多？二四六七，为什么是七只？我先不告诉你，你呀听清楚，看看会有什么声音。每个杯子都代表了一个音符，那拿这几只杯子我都可以当琴用了。没错。哎，不过你知道啊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不知道？哼，好，来听我说。当我们用手呢来摩擦杯子的时候，它的杯壁就会产生震动，随之我们的空气也会产生震动，啊，这样一来就会发出声音了。不过这个水平面越高的时候，哎，它的音调就越低，那么这个水平面越低的时候，它的音调哎就越高了。哎，不过同等规模的杯子放在一起，它里面空间越大的，哎，它所产生的声音也就越大。我明白了，里边水越多的音调越低，里面水越少的音调越高。杯子里空劲多的声音就越大，杯子里空劲少的声音就越小。小，哇，所以利用这些玻璃杯我们就可以演奏音乐了，对吗？没错。哦，久仰你在主持界的大名。哎呦，老师过奖。哎，听说你的模仿能力可非常强，那能不能给我们模仿一下啊公鸡的叫声啊？我试一试啊。在哪儿呢？我就怕鸡叨我呀，我小时候被鸡叨过。在哪儿？在哪儿？哎呀，别怕别怕，这可是我发出的声音啊。您会赋予？那当然。可是赋予术也没有一边说话一边能叫唤的。你们看，哎，牵线的纸杯子，听好了，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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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纸杯会发出公鸡的叫声。这么小的杯子，这么细的线，能发出这么巨大的声音吗？啊，那当然了，我教你们来做一做，怎么样？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用喝水的纸杯啊，这是什么？看看，棉线呗，很普通的棉线。那我们把这根棉线啊固定到这个纸杯上，用什么呢？你用一个小的木头棍、小塑料条都可以。哦，牙签就行是吧？使这个线，第二，是
很简单就完成了。当然了，我还需要一个重要的东西。把我的风箱拿过来。然后你的手带上一点这个松香。好了，像我一样。怎么样？学会了吧？真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哎。什么都没有，但它就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我不蘸松香，我不蘸松香的手指，哎，你看到没有松香的地方就没有这样的声音。对啊，想知道为什么吗？香。来看一下，手先蘸上松香，然后与棉线发生摩擦，就像这样。为什么会发出声音呢？手会借助这个松香增大与这个棉线发生的摩擦力，但是呢，这个摩擦力产生的声音非常的小。为什么刚才我们听到声音这么大？秘密就在于这个纸杯。刚才震动会产生声音，会与纸杯内的空气发生共振，就会产生共鸣，这样呢就可以使我刚才摩擦的声音放大了。当然，这个音调的高低可就要与这个纸杯的大小有关了。纸杯越大，音调越低；纸杯越小，音调就越高。我们利用纸杯的大小，可以做不同的发声的这种杯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模仿不同的动物了。哇，我再仔细看一看，真的非常简单，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要杯子、棉线和松香。在神奇的魔法世界，有很多我们未知的魔法都被封存在魔法储藏间里，只有深入到储藏间才能找到这些未知魔法的蛛丝马迹。蜘蛛啊，这怎么会这样？魔法师你们在哪儿啊？哎呦，你们来了之后，我感觉安全多了。这储藏间里怎么有这么大个的蜘蛛啊？储藏间嘛，好久没有打扫，看来蜘蛛会多一些。我来这是为了学魔法的。那我们还是赶紧学魔法吧。这儿有吗？有啊。看这。哦，这是什么？你现在从这边这个杯子里来看看，发现了什么？没发现啥呀？里面有个东西。有什么东西？有个小玻璃瓶。嗯。那现在你再来看看这个里边有什么？什么也没有。现在让我来给他试一试魔法。再来看看，啊，有没有东西？还是什么也没有。没有啊，没有啊。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哎，这不是有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杯子吗？当然，看，给它滚。哇，完全看不见了。哎，魔法师，嗯，太神奇了，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如何让杯子消失呢？这边的杯子明明就在这里，你看。可这边的杯子我怎么也看不见。哎，放心了，当然不是你的视力有问题。下面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其实都知道这里边搁的是水，这里搁的是油，
那其实是因为油和水的折射率，光的折射。那玻璃杯的折射率和水的折射率差距是很大。当然，所以我们能近眼看见里边有一个小玻璃杯，但是油的折射率和水杯的折射率就非常的接近，所以我就发现玻璃杯消失了。由于油和玻璃杯本身材质的折射率很接近，所以眼睛欺骗了我们。是的，我这也是神奇魔法的一种，对吗？没错。我行。哇，各位魔法师们的魔法真的是令人大跌眼镜。可这也给芝麻出难题了，他到底应该选谁当自己的魔法老师呢？安静！你们难道忘了这里是魔法礼堂了吗？哎，是吗？在魔法礼堂里，我想各位魔法师还会一一为你展现神奇的魔法。没错。对，我也到了决定该拜谁为师的关键时刻了。那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魔法呢？哎，芝麻，别着急，我先问问你。我们可都知道你是一个既聪明又勇敢，而且一往无前、勇于为科学献身的芝麻。那是当然了。哎，那你今天就为了科学来触一触电。是啊。老师，你不要看我有这样一个爆炸头，就以为是我摸过电插头。安静，安静，冷静，冷静。放心，我100%保证你的安全。另外，我们四位魔法师也会陪同你一起来体验一下触电的感觉。为了科学，你们都不怕，那我就试试吧。还等什么？走吧。哇，接下来我们就要体验一下我神奇的电魔法。我手都出汗了，我该怎么做呢，魔法师先生？你只要一会儿去用手触碰金属块就可以。我头皮已经开始发麻了。一会儿没准更麻呀，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让我们来倒数三下，3、2、1，我来了。我手都麻了，我现在真的是麻了，我头发都硬了，我觉得。就一瞬间啊，手啪一下，我现在开始抖，有点酸麻的感觉。你们呢，魔法师们？我已经都不能自理了，行动不便呀！啊，天呀！哎，那请问，静电杯的魔法究竟是什么原理呢？哎，你还想不想再摸一下？我不想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小杯子就能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这个其实叫做静电杯。我来教你怎么做好不好？我们看看，这个是两个喝水用的塑料杯，都很容易找到，外层裹的这个银闪闪的是锡纸。我们要在两个塑料杯外侧裹上一层锡纸，然后呢再剪上一个锡纸条，窝成一个环状，两个静电杯一落，哎，静电杯就做好了。那为什么我会感觉到被电得浑身发麻呢？因为有静电瞬间通过了你的身体。只不过现在没有电了。哎，那您还想不想知道怎么再让它里边有电呢？当然想了。来，帮我拿着杯子，看看这两个是什么东西。这个认识吗？塑料管。PVC 塑料管。
这个围巾冬天必备。那如果我们让这两样东西一摩擦，会产生静电。现在把你的杯子拿好，我只需要用这个塑料管去接进那个火。哎呦，我听见声了。有没有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听见了。静电就这样一下又一下，再一下，再、啊、我已经被电到了。中错了，中错了。现在这个杯子里也有电了。好了，你去试试吧，我走了。啊！好麻呀，我又上当了。你果然是那个勇于献身的芝麻。静电杯，我记住你了。谁能安慰安慰我呢？芝麻芝麻，为了安抚你被电过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玩吹泡泡怎么样？吹泡泡？在哪吹呢？就在这儿。哦，怎么吹？我来教你如何制作。好、啊。被电过之后，心情很低落，总想出出气。吹吹泡泡，心情就好很多了，非常的轻松了。真的真的啊，现在可不是轻松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神奇的魔法要教给你。比吹泡泡好玩吗？那当然了，那就是让泡泡带上电。啊，又是电？怎么带电呢？那就要用我这根带有魔法的吸管了。嗯，首先我需要蘸一些泡泡液，然后把我们的塑料棒和围脖进行摩擦，像这样。之后吹起泡泡，像现在这样。我就可以让这个泡泡漂浮在空中呀。哇，哇，这是我看到的最持久不破的泡泡了。就这样可以坚持多久呢？很长时间，只要我不去吹它，泡泡就会一直漂浮在空中。哇，这个魔法太棒了，我也要学。好，那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来试一下，注意方向哦。在魔法师的手里，静电泡泡好像很听话，可为什么到了我的手里就很快破掉了呢？芝麻，这个是需要练习一段时间才可以平稳地控制住它的。也就是说，只要我加以时日，也能做到，对吗？那是当然的。那究竟有什么样高深的道理呢？那其实这也和静电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这根吸管前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外层包的锡纸。没错，锡纸。当我们把塑料棒与毛皮进行摩擦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产生静电，那我们的塑料棒上会带有负电荷，而我们这条围巾上则会带有正电。当我把塑料棒与我们的这个锡纸接触的一瞬间，那塑料棒上的负电荷就会传递到泡泡上了，也就是说泡泡和我们这个塑料棒带有相同的负电荷，于是就可以来控制泡泡在空中飞舞，互相排斥，没错，于是保持了共同的距离。嗯，哎呀，太棒了，静电泡泡这个魔法我已经学到了，但是我还要好好的练习。今天四位神奇的魔法师向我展示了很多特别神奇的魔法，我收获非常非常大。但是究竟我该拜读谁为师呢？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拜你们。
们四个人都为我的老师好吗？你们四个人都教会了我很多，我想跟你们一起多多的学习，争取把魔法世界发扬光大，好吧？哎，芝麻，看你今天心这么诚，就把所有的魔法实验都学会，那我们就颁发一个魔法披风给你。哇，这就代表了你圆满的从我们魔法学校毕业了。今天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我学到了很多的魔法，相信大家也已经看到了，这些魔法其实都是一个个精彩的科学实验，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科学道理，相信通过我的学习，我一定会把科学发扬光大，向你们展示更棒更好的科学魔法。